今天不是入味，在左边香菜，炒菜，水菜，搭配一碗大米饭，也是不错。加一个肉，两个入味，好好吃。好久没吃米饭了。番茄炒饭是我的拿手菜，香喷喷，真的下饭。这一块好大，最近特别馋梅菜汤，吃超美。吃了一点也很香。再来一块水果香喷喷，它的味道我很喜欢，简单是搭配以上的绝配。有了青椒在旁，这个味道我喜欢。瘦肉粉也不差，越嚼越香。加了咸菜香菜才好吃。番茄炒蛋拌饭，这个真的拒绝不了，这一大口也太满足了。各种开饭菜都好好吃。鸡蛋特别细致，肥而不腻，味道刚刚好。